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看下面一句经文：“愿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。”这一句是他受用的总说，表明参加法会的菩萨。 为度众生，愿意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去视现成佛。正如普门品所说：“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”愿是誓愿，对出世之法有所希求，叫愿。 世界，是表时间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叫三世；界，表空间，就是十方。等正觉就意味等觉，等觉有两个含义：一，菩萨的。 最高位置，就是要得到妙觉的佛果了，称为等觉。他的智慧功德就跟佛的妙觉相等相似了，已经是十四的月亮了，比十五还差一分，但是很是接近了。二，等觉就是佛。 往生论注说：“诸法平等，所以诸如来平等，因此诸佛如来叫做等觉。”大智度论说：“诸佛等，故名为等觉。”综上所述，等觉有两种含义，可以是等觉菩萨。 也可以是佛，在本经中，等觉是佛，表会中菩萨到十方世界视现成佛。菩萨成就智慧德能，绝对不是自受，完全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。为什么？没有理由。 正因为没有理由，所以称为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同学们对这两句话都很熟悉，但不懂这两句话的真实意，更谈不上运用到生活中去了。比如，有人需要帮助，你会问：我为什么要帮助他？ 这是因为你不知道众生和你是一体的事实真相，你会这样认为：我不是他，他不是我，我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举个例子说明：你的左手被蚊子叮了，右手会不会把蚊子赶走？如果右手这样问：他是他，我是我。 我凭什么要帮左手赶蚊子？你听了这话，会不会感到可笑？不要笑，日常生活中，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，只是我们感觉不到而已。为什么？凡夫就是做这些糊涂事，不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。 既然是一体，是同体，右手帮助左手，何必要问为什么？诸佛菩萨知道众生跟自己是同体，所以就无条件度一切众生，显示同体大悲。体就是真如本性，十法界的一正现象。 全是自己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境界，是一，不是二。众生迷失了事实真相，升起妄想执着，所以分自分他，迷惑颠倒，不知道虚空法界原来是一体。诸佛菩萨。 知道是一体，故度众生就是度自己，不度众生就是不度自己。哪有不度自己的道理？众生跟自己是自他不二，确实是一体。佛度我们，佛知道跟我们是一体的，我们却跟佛划界限。 不是佛不度众生，是众生不接受佛的度化。观世音菩萨在法华会上说得好：“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。”法华经上讲的三十二应身，愿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。 就是应以佛身得度的，应以菩萨身得度的，他就现菩萨相。我们众生对佛、对菩萨也分别执着。我们就举菩萨的例子来说吧。有人把菩萨分得清清楚楚，分工明确。 每位菩萨只做一件事情。他们认为，观世音菩萨决定不是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决定不是大势至菩萨，大势至菩萨决定不是地藏菩萨。其实，在法界里，菩萨没有名号。西方极乐世界有名号吗？没有名号。 没有名字，这才平等；有了名字，就不平等。以为这是观音菩萨，那是大势至菩萨，怎么能平等？西方净土是平等法界，所以没有名号。不管他是哪一个人，称他观世音菩萨也好，称他大势至菩萨也好。 称他普贤菩萨也行，都可以。你希望哪一尊菩萨来度你学佛，来的就是那位菩萨，准没错。所以，一切菩萨的名号都是通号。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，一切名号具足，你称他什么菩萨都行。 佛也是这样。有人修学净土，念阿弥陀佛，生病了，赶快把阿弥陀佛放下，改念药师佛了。岂不知药师佛也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万德红名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阿弥陀佛。 这个他不知道，所以就做这件事情，找这尊佛；做那件事，找那尊佛，多麻烦呢、啊！这么多年，我就找阿弥陀佛，就找观世音菩萨，因为我知道，所有一切佛都是阿弥陀佛，所有菩萨都是观世音菩萨。 专线联系可便利了，灵不灵？灵。以上这些话，如果没读过《无量寿经》的人听了，他会怀疑的。我们修学净土念佛法门、受持《无量寿经》的同修们，无量寿经已经读了几百遍、几千遍，甚至几万遍。 这些话，你们该不会怀疑了吧？因为经上是这么说的：一切诸佛菩萨，是我们众生心中所感。我心里喜欢观音菩萨，他就现观音菩萨相；我喜欢大势至菩萨，他就现大势至菩萨相身相。 千变万化，就像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：“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”佛菩萨有没有相？无相，因为无相才能现一切相。现一切相，不是自己愿现的，是随众生心而现的，就像水一样。 你把它放在圆杯子里，它现圆形；你把它放在方杯子里，它现方形。随着不同的器皿，现不同的相。往生西方净土，就得这样的大自在，不像我们现在执着有相，再变第二相，就变不出来了。 请看下面四句经文：天人归养，请转法轮，常以法音，绝住世间。这四句经文是说，释迦牟尼佛的法缘已经成熟了，一切天人皈依敬仰佛陀，接受佛陀的教学。 根熟众生，今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，佛一定教给他们成佛的法门，就是无量寿经，就是念佛法门。跟未熟众生讲其他法门，横顺众生随其所愿。对没有善根福德的众生，帮助他们培植。 善根福德，这就是佛陀的机动灵活的善巧方便的因材施教法。据《大智度论》记载，释迦牟尼佛成佛后的三十五天，没有在印度说法。头三个七天是在天宫说《华严经》。 但是这些声闻缘觉称的弟子，却如聋如盲，没领会。一直到第五个期，佛自己就说：“我法甚深，难解难知。阿罗汉弟子都不能知，一般众生更是无法知了。” 一切众生为世法所缠所缚着，缚是扭住，着就是粘着。没有能够理解的，那么还不如涅槃吧。这个时候，诸菩萨跟天人，都恭敬的佛前合掌。 请求释迦牟尼佛为众生转法轮。佛默然受请，先说小乘法。转法轮。《法华文句》解释说：“转佛心中化他之法，度入他心，名转法轮。”再通俗点说。 就是说，诸佛心中有教化众生的法，佛把这个法传到众生心里去，这就叫转法轮。怎么理解？把佛心中的法传到众生心中去这句话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开佛之见。 是佛之见，悟佛之见，入佛之见。这就是转的含义。嘉祥大师说：“自我至彼，故称为转。从我到对方，所以叫做转。天人归养，请转法轮，是大教的缘起。” 世尊受请，转妙法轮，常以法音，觉诸世间。诸佛菩萨大彻大悟干什么？就是教学。所以佛法是教育，常是永远不断。佛说法没有间断过。 因为世尊的说法，所谓尘说、差说、自然说、无见说，说是说，莫时也说，不但有情说，连无情也说。所以不可以只体会到，是佛菩萨现出身相，演说经教，才是法音。 应知，百草头上，祖师意。无情的百草头上，也在说法。这个就是法音的广义。佛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？为了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为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破迷。 就离苦，开悟就得乐，这是佛陀教育。你真正了解佛陀教育是什么，你能不学吗？你能不接受吗？破迷开悟是教学，只有释迦牟尼佛有，除他之外，世出世间找不到第二家。 尤其是佛慈悲到极处，他有特别的法门，有无上的妙法，这就是信愿持名，一生成佛。这个法门要给谁说？要给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的人说才管用。为什么？ 他相信，他接受。请注意这个“大”字，不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，佛都不说。不是佛不说，是没有说的必要，因为他不相信、不接受。弥陀经上说得好：“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缘得生彼国。” 每一个往生的人，都是善根具足、福德具足、因缘具足，三个具足缺一不可。这在净中叫根熟众生。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根熟众生。世间就是三界，欲界。 色界、无色界，世尊接受了菩萨、天人的请求，广演一代时教，有大乘、小乘、全法、十法、偏圆种种的法，这都是在转法轮。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样，根基成熟的。 程度也不一样，所以先说小乘，然后慢慢回小向大。先说权法，如何证阿罗汉、证圆觉，如何行菩萨道。后说实法，说法华经，开权显实，最终目的。 是全都要成佛的，《法华》是原教，《净土宗》也是原教。世尊说一切法来觉醒三界一切众生，法法都是应病之药，都是为使众生觉悟，觉诸世间，诸世间。 是指十法界，不仅仅是六道，六道之外的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甚至是佛界也包括在其中。佛有藏教佛、通教佛、别教佛、原教佛。原教佛说法，其他的三种佛也来听，来接受教化。 这就是常以法因觉诸世间。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，是一个非常的时代，是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上都没有过的。整个世界社会秩序乱了，一个无序的社会，必然是招感。 大大小小的灾难接踵而至，人类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。左丘明在《左传》里有一句话，叫做“人气长则妖行。现在社会真的是妖星的社会。左丘明的话说的有道理。 什么是仁？仁义礼智信，这五个字具足，这是人。人要像个人，人要有道德。我们老祖宗讲五伦五常，五伦是道，五常是德，这是性德。人脱离了道德，就是妖魔鬼怪。 五伦五常没有了，这个社会就是妖魔鬼怪。谁来救救这个苦难的世界？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的诸佛菩萨不舍众生。所以今天社会妖魔鬼怪多，佛菩萨也不少。如果没有佛菩萨硬化在其中。 这个世界还能住吗？请看下面四句经文：破烦恼城，坏诸玉嵌，洗濯垢污，显明清白。这四句经文是一切诸佛视现在世间讲经说法的宗旨。 破烦恼城，破是破除，城是比喻烦恼坚固如城墙。烦恼一共十种：贪嗔痴慢疑，这五种是私烦恼；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。 这五种是见烦恼，合起来叫见思烦恼。这十种烦恼是根本烦恼。为什么成烦恼？它烦心恼身，让你身心不安，所以叫烦恼。天台智者大师说的，以见思。 尘沙、无名三祸称为三烦恼。我们上面说的这十种烦恼，属于三烦恼中的见思烦恼。佛演说妙音，就是摧破众生身心烦恼的堡垒。坏诸玉嵌，坏是破坏。 欲是欲望，欠是护城河。在此比喻欲望之多、之深、之固。欲望是烦恼的根源。欲望得不到满足，就生烦恼。现代人的欲望太多太多，就像无底洞一样。 真是多欲则苦，人要是知足，不就常乐了吗？正因为不知足，所以才常苦。食欲、色欲都是欲，其中最严重的是色欲。真姐说，爱欲是诸苦之本。 净影书说：“爱欲之心深而难越。”佛说：“爱最可怕，最不好办。如果世间还有另外一件事和爱欲同德难办，那一切众生就不能成道。一切众生都因爱欲成为生死之本。” 若再有一件事情同样难破，那众生就没有出头之日了。欠就是护城河，爱欲像洪流，众生飘溺其中，头出头没，不容易度脱，就把它说成是欲欠。 除舍爱欲之心，就是破坏欲欠，破烦恼成，坏诸欲欠。这两句经文，就是帮助一切众生降伏魔怨。烦恼是魔儿，欲是冤家，洗浊垢污，垢污。 就是染污。今天，人类身心的污染乃前所未有。心地的染污、精神的染污、生理的染污，这些染污不外乎两大类：所知障、烦恼障。现在的报纸、杂志、广播电视、网络，是最严重的污染。 显明清白，真心本性显露出来了。这是佛陀教学的目的。显明清白的前提是洗濯垢污。真觉说：“洗濯垢污，显明清白，是树与德，像下雨一样。雨后树木、房子。” 都干净了，显露了清白的本体。众生怎样洗濯？只有明白本心，见自本性，真正认识了本体了，才是显明清白。用禅宗百丈大师说的：“窘脱根尘，就是洗濯垢污。” 灵光毒药就是显明清白，窘脱根尘，就是永远超脱了六根六尘。灵光毒药，这个光不是世间凡俗的光，而是灵明不可思议的光。毒药就是不二，不与万法对立，没有对立面 一有相对，就有矛盾。从我们净中来说，都舍六根是洗浊垢污，净念相继自得心开，是显明清白，破烦恼成，坏诸欲欠，洗浊垢污，显明清白。 这四句经文非常重要，是诸佛菩萨转法轮的关键所在。一切大菩萨都是从这些地方走过来的，所以能常以法音觉诸世间。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不到？因为我们自己还带着种种烦恼污垢。 也没有真实明心见性，只是想成名成家，当佛学大师，比座下有多少弟子，喜欢受人恭敬供养，喜欢前呼后拥、车水马龙，喜欢立山头争信众等等，这些都是购物。 真正的佛弟子要远离这些，一点边都不能沾。自己不觉悟，怎能醒悟别人？佛菩萨教化众生靠什么？依靠音声教化，讲经说法；二是率先垂范，身体力行；三是德行感召，做出榜样。 如果现在问你这样一个问题：释迦牟尼佛讲法的内容是什么？佛教在教什么？你会回答吗？这五句话是标准答案：绝住世间，破烦恼成，坏住欲迁，洗濯垢污，显民清白。 前面一段经文是让我们清楚，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目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宇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，人生就是我们本人。佛让我们认识自己。 认识自己的生活环境，请看下面一段经文：调众生，宣妙理，助功德，是福田，以诸法药救疗三苦，升冠顶阶，受菩提记，为教菩萨。 作阿舍离，常希相应无边诸行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，无量诸佛咸共护念。这段经文是说诸佛是怎样教学的。我们众生迷失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 有烦恼，有妄想，障碍我们的清净心，障碍我们回归真如本性。佛怎样帮助众生解决这些问题？讲经教学，我们看看佛是怎样教学的。调众生，宣妙理，注解里头说。 调者何也？众生者，一切有情也。这一句调众生很重要。我们今天社会动乱，地球灾难这么多，根本原因从哪里来的？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众生不和，人跟人不和，畜生跟畜生不和。 鬼神跟鬼神不和，我们先来说人。我们身内不讲身外，我们自身自己跟自己不和。从什么地方看到的？心里烦躁，烦躁就是不和，六根不能和睦。我们再看家庭，现在有几个家庭是和睦的？ 和五六十年代相比，正好是翻了个个那时候没看到谁家不和，现在很少看到谁家和。现在的家庭，夫妻冲突，父子冲突，兄弟冲突，伦常没有了。医报随着正报转，如此不善的正报。 引起整个地球上的生物都失去了调和，这个事情严重啊！黄念祖老居士注解里所说的众生，是指一切有情众生；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，这、就是无情众生。现在，无情众生受有情众生的感染。 也失去了调和，这个麻烦可就大了。灾难来了，大自然要惩罚人类了。整个世界的不和谐，使人类在灾难面前是多么渺小和不堪一击。可是众生迷得太深太深了，怎么喊都喊不醒啊！恶报不欠钱。 不知道害怕呀，恶报现前的时候，明白了，但是晚了，后悔来不及了，害怕也没用了，你就受苦报吧。再看看宗教，宗教和宗教也不合呀，就是同一个宗教，还要分支分派，这些支派也互相不合。 就连同出一个师门，还要你争我斗；甚至于一个寺院，注重几十人也不和；有的就住两个人，一个出家众，一个在家众，照样不和。古圣先贤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重，告诉我们：和与不和。 关系到佛法的兴衰，和佛法就兴；不和佛法就衰，衰到极处，佛法就灭了。所以不能不和。从哪里做起呢？从我自己做起。他不跟我和，我要跟他和，这才能把和睦相处落实。 佛菩萨怎样教化众生？就是调众生，宣妙理。调就是调和、调顺、调福，用什么来调和？用戒定慧。戒律是调身的，定是调心的，慧是身心俱调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一身都是病。要想学佛，不能入门。首先要把你调和成一个法器，调众生，就是帮助众生断烦恼。怎样把调众生落到实处？宣庙里，庙里是什么？就是石像的。 离体，也就是《法华经》上说的“佛之见”。开佛之见，是佛之见，这是宣妙理。宣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要让一切有情误入佛之见，这就是调众生。身心调服了，才有资格接受佛法。 我们这一代人学佛的人很多，为什么不能成就？原因是身心没有调伏，就来学习大乘经典。经典学了不少，结果是增长邪见，不是增长智慧，而是增长邪知邪见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必须要。 身心恢复健康，接受佛法才能增长智慧。先要成就法器，然后才能成诸妙法。古人有个比喻：佛法是甘露，醍醐甘露，要是装在盛毒药的碗里，醍醐甘露。 也变成毒药，因为有毒素掺在里面。必须先把这个盛过毒药的碗洗干净。什么是毒药？贪嗔痴慢疑，比毒药还毒。必须在心里把它清除干净。佛给你讲经说法，你才能接受如来的醍醐甘露大法。 调众生是断烦恼，宣妙理是学法门，这是有次第的，不能同时的。唯独善根立志可以做到，助功德是福田。这两句经文，黄念祖老居士是这样解释的。 备具多德，就是助功德。这些大菩萨都有种种的功德，就可以给众生当福田。福田者，就是种的田。所助功德是于外，接受众生供养，让众生造福，叫做是福田。 聚舍论有四个福田：一、去田，去是畜生。现在很多人爱护动物，你爱护众生，众生欢喜，诸佛欢喜。二、苦田，我们去救济一些贫穷困苦的人，这些人都可以给我们。 当福田。三恩田，父母师长对我们有恩，我们在父母身边行孝，就是种恩田。四德田，小成、大成，一切贤圣都是福田。对于这两句经文，老法师。 是这样解释的：“助功德是福田，这两句就是讲菩萨修学纲领的六波罗蜜：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是能助；戒定慧三学是所助的功德。福田是布施、持戒。” 世间什么人有福？肯布施的人有福，守法的人有福，持戒就是守法，能舍能守法的人有福了。我们种福田，要有慧眼，辨别哪里是真正的福田。小小的一个念佛堂。 照样可以成为真正的福田，那就看领头人怎么领，大家怎么修了。给同修们举个例子：觉明妙行菩萨，他们这一伙共修的人不多，只有八个人，建立一个小念佛堂，在一起共修。 八个人都往生了。这个小念佛堂功德殊胜无比。你看，一个小小的念佛堂，成就了八尊佛。如果在这个小念佛道场护持、供斋一餐或者供养，那个福报比在其他地方供养百倍、千倍都不止。 真正的修行人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以诸法药救疗三苦，这件事情谁能做得到？唯有佛法能做得到。我们的身体为什么还留在这个世间？诸佛菩萨。 为什么示现在人间，示现在六道，就是做这么一件事情：以诸法药救疗三苦，诸佛度生，应病与药。众生有种种病，所谓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病，所以佛就有八万四千种法。 病是比喻众生的苦，药是比喻如来的妙法。《涅盘经》云：“度众生故，为说无上微妙法药。”众生有什么病，就要给他什么药，不能给错了药。无上微妙，不是限定哪一部经教。 佛在《般若经》上讲的很好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哪有无上微妙，就有高下了。这个话有没有矛盾？有没有冲突？没有。说无上微妙是对人说的，这个药很合适，对治他的毛病很有效。 药到病除，用这个方法，他就成就了。这对他来说叫做无上。每个人的病不一样，所以每个众生需要的药不同。所以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，留下这么多典籍。 不是叫你通通都要学、都要用的，这么多的药，你要通通都吃的话，不但病治不好，药吃错了会吃死人的。药铺里那么多药，没有医生给你开处方，你不敢吃。佛法这么多经典，没有人给你指导，你怎么可以一起学？ 一起学，就是这个药一起吃，那不死才怪。所以法门要选择选择对症的药，药到病除，不是吃的药越多越好，这才叫无上微妙。佛陀在世的时候没问题，佛是大医王。 遇到佛，佛一定给你说法，你一定得度。为什么？那个法就是对你说的，肯定对症啊。现在佛不在世了，药方留下来了。经典就是药方啊。这个药方，你好不好用很难说。那就要看是什么人给你开的药方了。 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什么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学佛一定要找个好老师。这个老师是名师，不是名师。老师有三种，一种是有修有证的，这、就是最好的老师；第二种是有修没证的，这、就是次一等的老师；第三种。 是没修没证的，这是自诩老师。你能遇见和选择什么样的老师，真的要看你的运气和缘分了。老法师运气好，缘分好，遇到了方东美先生、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居士。人在一生中能遇到三位名师。 可以说是慎性慎性。我沾师傅老人家的光，我的运气和缘分也不错，遇见了上觉下悟法师，十五世香根拉玛娇活佛，上净下空老法师，这是三位名师。老师是给你开药方的。 有修有证的老师，好比是医生；有修没证的老师，好比是护士；没修没证的老师，好比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的药方是什么样的？老师给你开的，我不知道。最最糟糕的是这样一种人：胡拜老师，乱开药。 谁说的都听，谁说的都信，谁开的药都吃，这就完了，真的完了。就是不吃死，也病入膏肓了。净土法门在一切法门里来说，真的可以说是无上微妙法药。我们有缘遇到了，不吃货呀。 你的病，这一种药就可以治好了。可是你怀疑，你不信呢、啊？你非得去吃那一百种、一千种不治你病的药，你不识真假，不听劝呢、啊？三苦有两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是，三苦是苦苦、坏苦、行苦。 一，这个事本来就是苦的，是苦苦；二，这个事本来是可喜的，一旦被破坏了就苦了，这叫坏苦；三，因一切都在变迁转化，无有停息而生苦恼，这叫行苦。第二种说法是。 嘉祥大师说：“三苦是三有之苦，三有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。三苦是三界众生的生死之苦。这两种说法都对，但嘉祥大师的解释很合。” 净土宗的宗旨，净土宗的特点是使众生净身出离生死苦海。别的法门要出三界，须断见思惑，达到阿罗汉的水平。现在世界上找个能证出果的人都很难得，何况是阿罗汉。 只有净土法门是横出三界，这是带货往生、带业往生，不是叫你断货所以这个是最突出之处。所以用净土法门信愿持名的无上醍醐妙药，来普救众生沉沦三界生死苦海的厄难，叫做。 以诸法药救疗三苦，归结到最高、最究竟、最圆满，那就是这一句佛号“念佛法门”。这一法叫阿切陀药，一切病都治，不是一种药治一种病，这个是一种药治一切病。 八万四千苦，一句佛号能治；无量之苦，一句佛号也能治。我们要相信，这是真的，不能有丝毫怀疑，我们才能得到真实受用。说的真话给你听，听懂一句就受用。 若是一句没听懂，没缘没份，等来生。来生能得人身吗？要给自己提个醒。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